想啊，因为这样通告就多了吧，就是很实际的问题吧，就是可能之前是觉得太闲了吧，就是想，不哭啊，不哭。这可能之前太闲了吧，就是忙起来好，对，出道了就有通告了嘛，对。我也想，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想跟他们在一起啊。有时候还蛮感动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在现场应援的时候嘛，好像是中间休息，就是能在台下呢有看到我的乐队，就是我记得底下青春制作人很多嘛，然后我的乐队可能拿着灯牌，可能他个子会比较娇小嘛，就很开心的举起来，就是就跳很高的那种嘛，就是能让你看到他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感动，他们给了我安全感，然后我也想给他们。这什么呢？我带走青春，带不走的只有你。